看着你的眼睛，一颗星星悄悄地苏醒，计算好运行周期，却没算好与你的相遇。我大胆地改变航行的轨迹，朝着你的方向开去。我想我可能真的会失去，在期待中失去。各位大文老师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晚上7: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京城大师赛第15季天空之城。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经典狼杀 APP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经典狼杀回归，一起来开启一场谎言与逻辑的对决。大家可以去到各大应用商店来下载我们这款带有红色标志的狼杀 APP 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同时我们的投石助力通道也已经在全面开启的状态当中了，想要给场上嘉宾投石鼓励的弹幕老师们也可以去
到我们的官博置顶链接，找到投石助力商店，为厂商你喜欢的嘉宾投石鼓励。现场十二位嘉宾都已经到齐了，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有请一号玩家。厉害，我是鲸鱼啊，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看得开心，希望我不要太离谱。突然发现今天就两个女嘉宾，这么一圈看下来，我看这六八不在了，六八也是刚刚和彬彬嘛，希望他们两个过了。有请二号玩家。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郭帅啊，然后今天属于我个人的圆梦之一啊，希望今天能够好好发挥啊，也见到了这个非常喜欢狼人杀，所以也很幸运能跟大家一起同场竞技啊。然后这个是我还不能开会员的会员礼啊，我的国服第一猎人，反正弹幕老师是跟我说我今天肯定会拿到一盘猎人的啊，具体的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我就过了。有请三号玩家。对，大家好，我是李四啊。今天感觉逻辑的碰撞比较激烈，我要板着脸跟大家玩游戏了啊！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啊！过了。啊，大家好，我衣服啊，首先跟荣耀道个歉啊，上次那个惩罚输了，但是我没办法弄啊，因为那个就上次我输给他是那个他让我今天 cos 火影来，但是赛事组不允许啊，然后那个就这个回头再罚吧。然后那个我们航小8月24号会开始第一天的表演赛啊，然后就差不多从那周就开始了，所以到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推广一下我们的会员礼啊，我的那个季度会员礼是我身上的这个星月队服啊，有兴趣的可以来我直播间，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玩的愉快吧。有请五号玩家。哈喽大家好，我是圈圈，然后我的抖音名是圈圈本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的那个视频点点赞，然后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十一号玩家加油加油，然后三号玩家也加油加油，过掉。有请七号玩家。那个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那个精英大赛啊，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经典版蓝叉 F 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三天，明天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七夕的一个小活动啊，有一个小活动，然后我们会有那个汉服的一个小活动，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欢迎二号玩家啊，新嘉宾，希望也别有太大压力啊，反正也是呼上小 KS， 反正也是王哥推荐过来的，那我都知道啊。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吗？哦，对，我们那个有一个二创的计划。等会儿啊，等会儿让我看看啊，等会儿我看看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有一个二创的这个活动，二创的活动，二创的活动这个东西就是厉害了啊。然后我们那个会在这周六启动啊，也就是这周六启动。然后呢，就内容呢，其实就是这个大师赛的嘉宾啊。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很多嘉宾都觉得自己的粉丝剪自己的这个视频呢都很厉害，所以呢我们也是鼓励自己的嘉宾。鼓励自己的嘉宾，让自己的粉丝那个剪一些带我们词条的视频，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呢，会把这个粉丝们剪的那个二创视频呢，当做一个小小的比赛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一共瓜分一个10000块钱一个奖金，然后并且呢，然后还会有这个一些小的一些其他的福利啊，比如说那个我们之后啊要录一个那个团综，有一个就是重恐密室的一个团综。就可以有一定的名额啊，重恐，然后还有什么头像框呀、姓名牌啊，这个什么之类的东西吧，反正就是一个小活动啊，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啊。好，行，我其他就没了，差不多了，说差不多了啊，就过了啊。有请六号玩家。重火，你去姓名牌。众所周知啊，我在重火这方面是相当的厉害的啊，就是所以这个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帮忙整点二创的，我们争取比赛那个名列前茅一下啊，这关系到大家的这个身家地位的。然后非常高兴见到二号玩家，上次见的时候还是经过大战，我觉得你打得挺好的，放开了抡，好吧，如果拿到猎人的话，就是反正就朝那个最像身份的那个人带就完事儿了，好吧，我需要你，你需要你加油啊，你要知道大师赛每次十万加的时候没有十个猎人，也有九个猎人都是这么干的啊！希望你加油，然后希望今天观众们看得开心，大家玩得开心啊！就这样过了。有请八号玩家。大家好啊，那个二创计划，一定记得参与一下，然后发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词条啊，好像才算参与成功。二号玩家上次玩也不久吧，不久之前那个沪上公开赛的时候玩过，确实玩得不错，
啊，希望今天能好好发挥，然后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是狼人杀牛肉干啊，过来。有请九号玩家。大家好，我是那个小九号荣耀的荣耀 Fury， 我的抖音号是那个荣耀的小金毛，关注一下，然后希望这个粉丝们也能，尤其是我自己家的粉丝能帮我多多剪剪这个二创的视频啊，剪辑优秀一点，我相信你们的实力肯定能剪得很棒，然后好的赖的都要，好吧，赖的也可以啊，好的赖的都要啊，素材不多尽量剪一剪，幸存者偏差有点好的也是有的，然后今天做到80的中间，许愿一下，你们俩千万不要对跳，好吧，夹在中间真的搞不过来，脑子都要听炸了，好吧，然后希望今天打得开心啊，然后第一次跟二号玩，希望能有不错的碰撞，过了。有请十号玩家。啊，我是菜包子，又是下班又上班的一天，感觉非常充实了现在。然后坐在场上还是希望能够玩得开心一点，跟二号玩家，你看二号玩家真的就是，虽然我第一次跟你见面，但是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真的，因为他真的就跟六号玩家一样，见人就展露出我能够感受到的善意，所以我想人身攻击啊，找法官 DQ 你啊，小姐。然后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菜包子技能大师赛，希望观众朋友们能看得开心，我们也玩得开心，过了。有请十一号玩家。大家好，我陈俊杰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个抖音，叫陈俊杰，头像是那个王哥那个龇牙的那个头像啊。然后希望今天能够玩的开心吧。然后王哥的会员里属实不错，一会儿让他自己介绍一下，然后我就过了。有请十二号玩家。因为今天吃饭的时候，李斯对于今天晚上这个站边的那种信心，好吧，他说他要玩出松弛感，好吧，他是狼人杀松弛感代名词，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很傻了，但没想到 CJJ 刚才坐下来的时候说了一句，没有他大师赛都办不下去，然后最傻的他说这个是他要给我办的会员礼，今天我会员礼就送这个，你出钱好吧，你自己说的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KS， 这是上海的小 KS， 然后面试的时候说，我说今天大师赛你最喜欢谁，我说你最想成为谁， KS我是说今天大师赛如果你取代一个人，他说我要取代 KS 希望你今天能够做到，好吧，你只要把李斯一封圈圈干死，你就可以做六了，好吧，你直接干他，好吧，今天过了。好，感谢我们十二位嘉宾的赛前自我介绍，这里是京城大师赛，今天晚上今天8点到9点依旧是我们直播间打人气票的时间啊，希望弹幕老师们可以把手中的第一张付费人气票帮我们送出来，也就是第一张一毛钱就可以解锁的一个人气票，然后有能力的弹幕老师们希望可以帮我们600票拉满，一起帮我们助力一下带宝的小红牌子。同时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活动啊，给弹幕老师们说一下，也是我们的这个激励二创计划的一个活动，在我们话题热度最高的嘉宾可以冠冕专属称号，赢得专属资源，获得团综名额，话题热度前三的嘉宾战队可以瓜丰厚奖励，快为你喜欢的嘉宾送出我们优质的二创视频吧。参与的方式是在我们抖音平台带指定的话题词，一定要记得带上我们京城大师赛、京城大师赛二创激励计划和我们京城大师赛嘉宾的一个名字，具体的一个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超话进行一个具体的活动的一个查询。感谢各位弹幕老师们，如果有很喜欢的嘉宾的话，一定要记得多为他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在我们赛场上面的高光集锦，或者是有一些类似的专属表情包，都是可以发布在我们的抖音当中的。今天三局版型分别为第一局玉女列白混血儿，第二局导弹鬼，第三局机械狼通灵师。那么马上就开始我们第一局的游戏，玉女列白混血儿。你以后看牌在亏里面看，真的有点是没了。